众的媒体的联访。那请问他怎么会闭眼睛？靠近一点，我们靠近一点，感谢大家。因为我们台阶有点小受伤，我们前面蹲低一点，好吧？前面蹲低，因为后面还有摄影机。那个泛滥了。前面蹲低一点，好，前面蹲低一点。好，同时呢，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朋友们，还有我们所有台中的乡亲父老来到我们现场，大家今天又辛苦了，再次感谢你们今天的莅临。主席刚刚。这个加油，这个。不便回答。朱立伦说这是他们选举经费最少的一次的选举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啊，因为他们直接融好几百亿啊，融好几百亿变几十亿，当然是少很多啊。其实刚刚那个卢秀燕也有来，不过这个时间好像稍微有点错开，是避免尴尬嘛？您可以跟他同台吗？可以啊，我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啊，让人家方便就好。我们活在世界上哦。给人家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嘛，你会必须为难人家。不过你昨天批这个国民党力道是蛮狠的，说蓝绿一家亲，还说民进党吃香喝辣，他们也有办法吃到骨头。会觉得说这话讲太重了？所以为什么觉得有点黑？来白合？那第一点国那个台湾政治上的结构还是蓝绿在，其实我最好来看就分赃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第七次修宪，做成这一种。这种选举制度基本上就是小党很难出头，这我一直知道。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出现，我说奇怪，国民党跟民进党说合作修宪，其实他们就是把第三党的出现挡掉。所以我们还在想办法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是我们要思考，为什么？所以这一次应该是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国会三党不过半，我也觉得是这样的。目前整个台湾的政治灰蓝极绿，这个还是要打破，不然的话，他永远在两极对抗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侯友宜也酸你哦，他说你应该很羡慕他有这么好的副手，你会羡慕他吗？加油，加油！好了，这个。那吴思颖说，当天早上八点还台也接到通知，跟您之前说的，就是决选会选出来的，好像有点沟通上有点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因为在蓝白河还没正式破局之前，其实我们也不能就说很确定跟人家讲人家当副手。那事实上我们之前都有准备啊，你想想看哦，因为他有一些要公证，那个叫外国籍的国籍公证，那个都要事先要准备。所以事实上我们叫 potential candidate 可能的那个候选人，事实上资料都办好，之前就办好了。只是说在蓝白河还没有正式破局之前，我们也不会说，你再跟人家谈蓝白河，然后你副总统都准备好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我们的确是到最后才通知他们，但是这些人事实上资料早就准备好了。其实那个蔡壁如委员的那个民调好像追上来，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安？不会啦，因为事实上在卢秀燕跟蔡其昌选台中市长的时候，就在这五个区卢秀燕还是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只要再也有准备，其实本来就有原本让我谈，所以这是有机会的。只是跟他刚来的时候知名度比较不高，等到知名度打开以后，再也有彻底整合，我这个赢的机会是很大的。所以杨一鸣说，今年选举靠这个跟自己朱立伦这样派人监票，然后刚才说他是大恩人啊，然后说是前辈不当立法院长很可惜，但是现在质疑是你恩将仇报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是这样的其实我跟柯建铭过去二十几年来真的是好，但是我还是要讲，去年他打高鸿安那个样子，超过了常态。你看一开始我还讲说，他不是二十几年的朋友吗？有需要为一场选举打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慢慢我才知道说，在政客的思维里面，他们没有什么朋友，没有什么叫交情，他们只有很精确的政治利益。所以老实讲新竹的那一些案子，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慢慢都会出来。现在圈蛋终于开赛了，朱立伦说是靠蒋万安才能完成，会觉得是母亲的一个功劳。朱立伦不算了，不要讲了。再去再老实讲那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那，一开始那个连防火区划都没有。我说奇怪，我连我这个医学系的都知道说，怎么会五栋大楼它底下那个连通里啊，完全没有做防火区划。我说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？所以我们还是花很多力气去让大巨蛋变得安全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后来是你看看还有大巨蛋跟国军那个地下通道，还有这个万物南路那个车道，
还是有一些一样修到目前比较不一样。不过我当时讲哦，我还是建议大巨蛋要启用，应该小心，就是说不要一下子就慢慢增加，5000-10000就慢慢增加，不然那个交通恐怕会出事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最后一题哦。想问一下啊，因为这个今天公开行程也只有两个，民进党批评说你的行程是比他们不分区委员的行程还要少，布阵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吗？其实这样啊，像来台中坐高铁来又回去，早上就不见了。那下午我们还是有叫临时见面会的，还是有行程的、啊，但是我们要承认就是说没有那么多资源这样造势，但是我们还是在最后阶段时候，还是要用自媒体来推广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GABA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